相信大家都听过《爱我中华》这首歌吧？56个民族，56枝花，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。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，每一个民族都相亲相爱，幸福地生活在祖国的怀抱里。有一个民族曾经做过一壮举，感动全世界。一些历史爱好者对图尔扈特人一定不陌生，提到他们就会想到东归两字。图尔扈特是蒙古族里一个古老的部落。明朝末年时，图尔扈特人生活在伏尔加河一带，当时的伏尔加河还没被沙俄占领，之后沙俄对外扩张，占领了伏尔加河，并要求图尔扈特族加入俄国国籍，从此效忠沙皇，然而却被图尔扈特人拒绝了。由于不想生活在沙俄的统治下，24万图尔扈特人于1771年在首领沃巴西的率领下，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东归的路程。他们历时7个月，走了10000多里，期间战胜了沙俄、哥萨克和哈萨克军队，不断的围追堵截，最后只有不到7万人成功的到达了伊犁。当时的清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，此后图尔扈特人就成为了中国蒙古族的一部分，在我国新疆地区生活下来。图尔扈特族为了回到祖国，做出了震惊中外的壮举，也创造了民族大迁徙的奇迹，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人类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。距离图尔扈特部东归已经有200多年了，几百年来他们在中华大地上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，百姓幸福而安乐。